哥，刚在电话响半天了。谁啊？好像是你女朋友，陆夫人。陈哥真是绝世好男人啊。ZGDX 将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。还真的在笑。瑞哥，瑞哥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要上厕所？憋不住了？哎，师傅，不是，瑞哥，你看这个。什么？网友又喷你了？但是他很强。 态度也很认真，身为队长，我很高兴能够拥有这样的队友。有他的加入，手机还我。今年夏天，这不是以前的采访吗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俩吵不吵？我和瑞哥正在看视频呢，你在夸我。夸你怎么了？采访 T 纲是以前工作人员写的，招着聂而已。不信你问小瑞。是吗，瑞哥？假的，那小纸条上只是写的采访问题，谁敢教陆思成怎么回答记者问题了？ 手机还我！我不，不还！给我！不，我不还！给我！不，英雄救美这种事儿还是得手上，爱护小动物是一种美德。你说谁是小动物？ 陆月，你拍照发给谁啊？不会是发到网上去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哪有那么低级？你比你想的更低级。王瑞刚才接受采访的时候，双眼含春夸的停不下来的也是他。 妈呀！我要是考虑好了没有，馋死我了。就是，别吃，来了来了，别吃，一天就知道吃。我拿回去了。OK， 去吧。哎，我说我烤吗？怎么了？谢谢。嗯，不是，好吃吗？让你刚刚多事，嫂子来电话了吧？什么嫂子？ 哦，这个，你接。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死小孩。给我也来点。哥，刚才电话响半天了。谁啊？好像是你女朋友，陆夫人。我不是故意看的。闭嘴，不是那个陆夫人。 喂，干什么呢？打了这么多遍电话，你都不接，你在忙什么重要的事情？慢点说，急什么？口齿都不清了。而且你不是在开会吗？你怎么溜出来了？你公司要倒闭了，让你这么乱来？语气亲密，这种像埋怨又不是埋怨，是纵容的语气。是女朋友无误。我队友啊，什么夸她干什么？人家比赛打得好，夸她怎么了？ 我去趟洗手间，你们先吃啊。这世界很酷。